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龙一，回来玩方块 To My God， 然后今天也是约了一帮人，然后要做什么呢？so, 今天就是挖石头拉菜。Let's go, let's go！ 啊，来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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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这边，过来我这边，这个地方给爬下去。一千分大在挖石头。地方。然后那个洞啊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啊，对，那边有什么好玩的？哎、欸，你们建起来一下那个。我怕熬不过东西煎，我去敲一些石头过来。先煎不去，我那个是地那个下面箱子一刀多东西呀、啊。啊，对啊，等一下你们 DB 我，对啊，我们先过去下面先。哎，嘿嘿。这个就是我们挖石头的地方啊，所以可以 DB 我，你们走开啦，走开啦，走开啦，大家努力挖石头了，因为用石头超快现在。吉连安多一次。Yeah. 对啊，又是石头吧。然后盲鞋啊，你在哪里？盲鞋。啊，盲鞋吧。可以开挖了 ，Let's go 。我来看你们挖。等一下，我看盲鞋啊。哎哎，我跟李兄一起看别人挖。乖。走开啦！他盯着我，走开啦！那个盲鞋啊，你想说好的、okay. 说好的那个稿呢？快点拿过来用一下。效率 X， 效率 X， 叉叉叉，国外早有了。X， 哎，有没有搞给我？哎，吉连，你来挖石头不用搞啊？挖石头用搞？用手哦，用手哦，用手。他只有右手。用手右手慢慢敲哦。哎，右手敲没有什么了。不能咩？不能敲石头咩？右手敲，你的三话是零。你看小宝和那个知音奶奶听话，哪里？超开的。我家瞬间充满了艺术，邻家商店开放，然后水污染了我的身像，包给你的。过年再做一遍，包给你。完美的身像。Oh, sorry， 该给你用的。哇，努力挖，快点！这个地方挖来，挖到地底层好像有宝藏。不要看，帮忙挖，帮忙挖，挖到地底层有宝藏。我的刀，我的刀，大家加油了！对啊，轮方向了。蛋塔，蛋塔，我的刀。蛋塔，蛋塔不要动，蛋塔，蛋塔不要动。啊！我蛋，我在我这边，这边挖到这边一层的话，啊，那个刀好了。峭壁。我每天都有免费搞吃啊！免费搞，是免费搞呗，不是免费建的。有啊，有一个搞，有一个搞、欸、一个铲子一直建，都盖了。给我的搞来，很好。都盖了，哪里啊？你们叫什么？那你们敢站在这边是危险的地方？哎、欸，我搞哎哎。我去看叫阿伦，那个斯利奶奶来啊！斯利奶奶啦，哪里溜来？哪里敢来？没看到他，哪来了？快点挖他下面！挖这个下去！我的狗来！快点挖他下面！是我啦！等下我打死在上面，我的狗来啊！我的狗。啊！快点缠他下面，不要给他上来。我的刀哎，蛋塔，我的刀哎。吉连，你跟蛋塔在说不说？两个人共用一只镐吗？共穿一条内裤吗？难道？好在，哎呀，你们两个好猥琐。我的刀给他拿着了。耶，你们怪怪的。我拿着刀来。小宝也跑过来。小宝跑过来，我们快点挖小宝的时候。Hello， 小宝，小宝黄金钟。Hello， 老弟，小宝在哪里？小宝在那个悬崖那边。快点挖到他这边。我给他这边。来挖到小宝，挖小宝，挖小宝。他也跑进里面了。喂，挖挖一下。小宝嘞，小宝嘞。挖挖一下，全部人都乱跑那边。挖了通道啊，结果。哎，我搞哎。
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等他。哇，那昏魔在这边，快点挖他。哎，我倒了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他再也听这边气啊！没啊，我搞的。你挖挖挖挖，你这样。他不会死。互挖。干什么？全部互挖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先跑，先挖石头互挖，喂。喂，小宝在哪里？喂，挖小宝。我到，我来。哇，小宝动作这么快，铲泥土啊！那好，我的高，我暂时高上来。我这里啊，看。喂，小宝，快到！小宝，来。但他有泥土吗？泥土。你不是在挖东西啊？挖了不进去。等，你挖来挖去，挖来挖去。快点挖！好 ，OK。喂。哎，我在搞啊！哎，我在搞，我来，给你十秒，我来，要不然扁掉你，要不然就用锅扁掉。给你十秒，快点，好来。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不理你。什么？谁拿你的稿现在？好。拿你，拿我的。等低调，你再倒数多一次啊。哎，蛋挞拿去。哈哈，蛋挞你也拿那么多稿子哦，快点分你自己的。可以讲给别人啊。没有安 Q， 你拿手上拿着那个搞安 Q， 然后从嘴巴吐出来，他会吐出来，所以你吐和搞到就要吐大便了。啊，我看你们死啊！我看你们挖，帮忙挖，快点挖到他基岩这边，下面有宝藏。哎，好像要到了，是吗？你看他、啊、下面就是那个啦，你看倒数到二了，到二了，我本来想说，要放炸弹吗？够了，拜拜啦！你就倒数到二，等我本来想说哈，数到一我就讲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大伦。哦，你还讲大家好，我是盲喜啊，我的眼睛是盲的。然后我有视力的，然后我有视力的。我有时候走路走到一半，我会撞到门。后面那个称号太神啦、啊！太赞啦！乱入了三。你要我就帮你倒数哦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虾。哎，视力奶，视力奶没有来啊？也有啊。有啊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视力奶，有一次全变视力话说多人挖石头也是比较好玩。有上 FB 没有做什么啊，连回应我都没有，可恶。因为你是盲的，你看到的是幻觉啊。哎，又是幻觉啊！哎，你又怎样啊？不要挖我啊！我在挖上面，你在挖我下面。我回家收东西去。这样快满。哦、哎，我们已经挖到那个悬崖那边了、啊。快点挖螃蟹啊！那个螃蟹好可恶。挖螃蟹！螃蟹太可恶了！我在那边挖，他直接挖我，不要乱跑，螃蟹、啊！有弓箭手射你啊！快点拿你们的萝卜！这个老僵尸，我这么久我的宝宝都没有那个，还没有满，还一半都没有到。我身上太多东西了。人家在挖，你在补，你搞什么？因为我看到哎，人家别乱补啊！我就人家谁挖的？一定是螃蟹的错。
喂，谁挖的？阿伟是你哦。盲鞋啦，那个是盲鞋。直接掉下来。啊，快点扑过。打轮机抓住走。对啊，我没有、欸、我没有挖那个。跟多好了。那我玩这一层就去做任务了。你们我干净啊，连我，哎，太多人了。我好像跌到很下面去了喂。这边都已经最下面了，你还要跌到下面？等一下。这边已经很低哦。哎，不要这样。哎，我吸不到石头了。啊，送那边的奖。差不多啦，剩最后几个玩完他就去做任务。就结束今天的实况了，回家放石头，然后去做任务咯。回家放东西，回家放东西，放东西，放完毕，放完毕。快要手脚一个两个。那丢在这个。人多好处啊！人多好处。人多必然人多，白痴是人多，真的白痴是人多。树多必有枯枝，人多必有白痴。你们打这个要记得。打一下。你们也可以打去我家那边。当然比太多啦。先做那个僵尸杀手啊！外面现在是晚上是吗？晚上我们去桥那边打会更快。僵尸。啊，桥那边。啊，我们桥旁边有僵尸。好、哦，好了，拜拜。外面是晚上，太棒了。Hello, accept, accept 了， accept 了。有啊，你们人都接了没有？冲啊！冲啊！哎 ，Hello, accept 下 Hello。冲啊，冲啊，快点冲！去沙漠那边，沙漠那边有很多那个晚上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要烧死自己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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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粘土外面，粘土啊，那个小燕子家。沙漠身高几率会比较高吗？对不对？我不知道哎。粘土比较高，粘土比较高。呀哈，打到了，来嘞。有吗，李兄？要等一下了啊。要被你骗气了。等一下，这刚刚有人追，还有点快。啊，这里是一两，这里就两三只哎。我这边站了一大圈，什么都没有。这倒是很多只啊。应该是清垃圾的时候，得把那个丧尸也清去。有没有清有清丧尸嘞？不知道，丧尸算是垃圾吗？是。我打丧尸的时候骷髅就特别多，然后等下打骷髅的时候丧尸特别多，好像知道你做人偶不特地不 spam 给你。阿伟现在蹦在哪里啊？小宝，你到底想怎样？小宝一来跳进龙岩太神了。有营地小宝有没有？没有哎，没有哎，野外不有怪物啊。杀几次了啊？没有怪物耶。他知道我们要打，我们做人偶啊，没有怪物。为什么隔着我倒不看到蜈蚣过去？有吗？李兄，你在哪里？在我家附近。蜈蚣倒是很高兴啊。你那边有吗？你那边有去那边打？不要说，我这边只有骷髅跟蜘蛛。今天先吃完鸟，来去看一下神怪塔。中。还有一神怪塔会不会比较好？
我神怪他不能神怪，神怪他没有神怪，你的神怪他不会神怪。可是我神怪他好像没有神怪啊。这什么道理？这什么道理？嘿，做僵尸任务你要做骷髅来干嘛啦？他知道你做僵尸任务啊。做安德任务又没有说看到很少阿伦安德。什么？做安德任务你看到很少阿伦？你这个解释好奇怪。安德任务看到很多阿伦。好了，好了，奇怪，马西亚。马西亚，你果然是怪怪的，你这个怪怪的马西亚。啊、你也怪怪，你明明就怪怪的，你们这个变态。为什么阿伦们？没错。哎，阿伟被蜘蛛，阿伟被咬，被蜘蛛咬死了。哎，变身怪吗你？你这神怪塔根本就没有怪啊！你这个神怪塔没有怪。他知道你，知道你们做那个丧尸任务了，应该是。对啊，我们全部都做，结果他全部一力不上，挡掉。对啊，为什么会卡？卡了，没有掉东西。没掉东西，卡啦。有啊，没掉。给骷髅拍一张照。为什么外面这么多只羊？哦，断线。失去连线。我看阿伦了。他回来了。啊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看香蕉大神没有？你刚没看到？我弟刚没看到一只怪，可是我根本没看到一只怪啊。神怪塔不会神怪，你那什么奇怪神怪塔真是、啊？哎，我家好多怪哦。哎，等看。啊，对啊，神怪想生出来那些怪是没有的，没有那个萝卜。是呗，好像是。以前我去一直刷那怪物的时候都没有钱拿，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。应该是啊，应该是。话说你这么还拿铁剑吧？你的没赚时间没？就是因为没有萝卜啊，所以。我拿时间啊。对没？我不要浪费那个。浪费什么？不要浪费的啦。那个李先会修理吗？哎。终于一只终极，终于一只装逼。没有阿鲁，没有阿鲁。那下面有两只装逼哦。准备 BB。大十四哦。哎，准备 BB 吃鸡了。哎，你昨天早上啊？先买早餐啊。喂。喂。你们还要多少只的这个？摸这里附近有没有僵尸的？僵尸，太亮，不是太亮，不懂啊。你要听声音，然后慢慢的走过去。一个、八只、七，我还要10只、6只、2只，还有8只，还有12只。我要5只，不够打啊！真哭了，有必要啊！哇，我差5只啦！哎，是不是骷髅？我杀骷髅知道了啦！要给骷髅收拾掉啦！早知道借骷髅任务比较好。对啊，借骷髅任务，借骷髅任务特别多僵尸，哪特别多僵尸？他知道你要打骷髅啊！根本针对，玩针对啊！这是玩针对啊！任务就是玩针对的，任务有读心术，只是任务读心术，应该是读任务。怪物，你们干嘛？应该是怪物的我还说怪你们，我还给我上5只的呀，我不下5只。喂。要，这个神怪塔就在我家附近而已啊，我离我家才400多米吧啊。这个啊，我现在站在这个。好啦，有吗？有登机吗？400多米吧啊，400多米吧啊。太阳神了。我有机啊。你就接住在这附近呗。
哦，对，我这个我这个地方三百多是吧？对啊，我这个是在那个新手村附近跑过来的这个。哦，看到你们名字，可是我不知道回来过去，除非我要挖洞过去啊。要挖洞过来。那你们家是好少，哭了好多、哦。应该一个，应该这个人接骷髅人，我一个人接那个，他跟那个僵尸人物才对嘛。结果全部一起接僵尸人物啊！我骷髅大王 ，Oh my god！ 哎，Hello， 不要不要给他亮哎，给他亮啊，很难说话哎。是吗？亮了。哦，我要打骷髅。按你点。我要打骷髅。亮太亮啊，生不，那是生不大怪。哎，有。我觉得跟光柱好像没什么差别嘞，你光不光它还是会生。真的是会比较慢的。有光的话好像会生比较慢。光明亮。好像而已，我不确定。好像而已。我觉得不一样。会比较慢。刚下多少圈钱？按的瓜。我知道我家下面好。安静来，安静来，安静。要补起来，补起来就够矮了啊！哎，够矮了，你看，完全看不到了。现在你们想怎样？你们想怎样？你们发现龙岩了？乖，请乖。你们想怎样？你们跟几个怪叔叔在同一个暗的房间？哇、哦，啥枪啊？枪啊，抢不到！抢不到哎、欸。抢不到，太神了！就！我断剑了，来打爆啊！王杰断剑了，打爆李兄内裤。李兄内裤为什么是大？哎，这么有一条内裤在我的手。但是在你手上。靠腰抢不到啊！抢不到啊！靠腰啊！看不到啊！啊，阿龙，不管我的事，你自己做事，不管我的事。我刚才看到的骷髅不见了。一人钻一个角落，一个角落。看这次的打谁？阿雷。啊，任务根本完成对啊，迟到完。香蕉侠，你搞什么？你怎么会从宇宙跌下来了？骷髅啊！哦，一人杀一只。他的弓箭死掉了。杀。Hello。嗯。这把剑我不知道是谁的剑。我知道我要放箭了，他就弄到多个骷髅出来，啊、然后我一放箭，那骷髅就没有了。对呀、啊。可恶。有蜘蛛在外面。去干掉吧。耶。在外面啊，外面一直讲说、哦。你那个是有不死克星的是吗？你的那个剑。希望。Hello， 明天我考画画哎，是我。考画画吗？你跟老师，你跟老师讲，你眼睛忙的讲话哦。对。哎，我说话都是盲瞎。Hello。你叫老师来看我那个实况啊！我怎么不知道？叫你的老师多看。我老师应该会直接掏出一把刀，然后把你的眼睛弄残，给你做真正的盲侠。可恶！那我以后你变成真正的盲侠。哎，为什么会那么多骷髅？难道我要断线？骷髅都多少次断线的时候吗？枪啊！八八的眼睛射烂，对，我已经有恐惧感了。阿雷，我发现史莱姆君。哎，这么脏话又进来服气，还差气势骷髅。哎，打到是某一个人在打。哎，不是。给我三个点点，还有四只，
我要五只呢，快点呢！耶、yeah, ，还有一只，丢垃圾！不要起来啦，这边没有影响到啦，还是一样会发生。为什么我刚才拿刀剑？哦，完成任务，其他都是你们的，我要回家，结束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还有安达呢？啊，时间到啦。还有安达，安达。时间到了，结束了，要结束了。哎呦。然后，所以阿伦，你这一集是要混过多一次？又是混过的吗？又混了。你每一集就是讲我在混的啦，你每一集都讲我在混的啦。可是你真的是每一集都在混啊。我们有东西做你也讲我混，我们有东西做你是讲我混。我们东西做是吗？好了，这一集就拍到这边为止了，然后什么东西？最后一秒 DB，、欸、你的 DB 被那个阿伟抢去了。好了，这一集就拍到这边为止了。然后喜欢影片的话，有没有 like 有对也欢迎你的订阅我跟刘仙的那个，谢谢大家。喂，看到马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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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